一更、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是几点？一更是19点至21点，二更是21点至23点，三更是23点至次日凌晨1点，四更是1点至3点，五更是3点至5点。古代中国民间把夜晚分成五个时间段，首尾及三个节点，用鼓打更报时，所以叫做五更、五鼓或午夜。打更是古代中国民间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，由此产生了一种巡夜的职业，更夫。更夫也俗称打更的。古代的更夫十分辛苦，晚上不能睡觉，而要守着滴漏或燃香，才能掌握准确的时间。打更是个较为普遍的职业。在古代，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，晚上的报时就几乎全靠打更的了，甚至很多农村城镇都有打更的。那时候大家晚上很少有文化娱乐生活，基本上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人们听到更夫的打更声，便知道了时间，按惯例该做什么。